你求我呀！我懂了，是这样吗？ 附加条件，怎么还有条件？这么事儿，说。以后乔正天要是来医馆烦我，你就给我挡着他。这个好说，我穆星辰从小到大打架就没输过。他打架厉害吗？瞧你没出息的样，也没让你打架，只是他以后要是来医馆烦我。 帮我挡着就行了。看来他肯定是喜欢上了，我得躲着点，万一他是毒妇就麻烦了。哎，能不能行嘛？没问题，成交。 都输了，嗯。这什么呀？感冒药啊，生病了就得吃药。 你忘了我有青囊术，还吃什么药啊？对哦。嗯，给我吧。我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学习吃西药，也是一部分。我尝尝这药是什么味的。 这个，嗯，亲，你跟着水喝。你不早说，慢点儿。 来这荒郊野岭干什么呀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才是研究植物的好地方。这里树的症状应该跟你们那儿的差不多，先看看，回头再想办法医治。怎么那么多尸骨？ 这边症状跟你们那边一样吗？挺像，看来是同一种病。我爹还想在这儿建药厂呢，看来是有风险啊，我得赶紧回去跟他说一声。好，那你先回去吧，我再查一查。